明天二姐要回家了，今晚就开始收拾东西了。拿着大米，还拿他的摩托车，开着大弟弟的车回去。今天二姐又回家了，今天拿点火锅辣回家吃。下次然后来了去他们家来转一下。他们家店弄冷冷小队嘛，都得那种。嗯，就是时间有点短。冷小队得呗，不然要到山了。行。他们咱把弟弟车开走了，那。他们小车不开吗？不是，他们的车拉不上那个摩托车。弟他们割胶去了。哦，他们割胶时候还没有回来。哦。干啥去？喂猪啊！昨天不是那个肉太小了，你不要啊，你买个大，那个小的给我妈养吧。啊，看喂的啥？玉米和菜。玉米和菜。啊、哦，哎，还吃的好的很。都，下一个给我看看。我老公来到了我之后，每天我妈就拿这个草药给他烧水洗脚。哦，电线。电线贵吗？哦。啊，你都不收钱了？能还的一路白天的能熬。一公斤3000。那还比那便宜吧？哦。新年改的。打电台的。土太多了，他都得在，他拿过来这里撒这个土。才上楼呢。啊，22公斤。咱们给你割草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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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线上的。啊、嗯。嘟嘟。啊，给韩子怡做这个背带是不是快做好了？这两天要回去了，我妈晚上都给她做的。晚上也做着吧。不、哦，我给你。啊、嗯、啊、嗯嗯，给我背的。因为这个风，这个我还不会风啊。那你妈妈都会风，你不会风？对啊，你啊，你谁听啊，姑娘？这谁买的？这个是我妈那个时候给大弟媳买的。给大弟媳买的。哦，那大弟媳会有。大弟媳会，我姐姐会，就我一个人不会。哦。大姐、二姐、大弟媳他们都会，就我不会。就你没学啊？嗯，我试一下。咋偏了不好看了就？嗯，就是关键他跟宝宝一样了。谁又卖了？我跟你说，放就放歪了。你咋这么放呢？他有点紧张。在外面啊。啊，这里我妈看不见。矫正的，不是电。咱们家有一个老的。啊。我看到在妈妈房间了。啊，放电视那个也是个缝纫机，但是老式的。老的又灯笼。啊，有矫正的。嗯，老公，哦，看堂妹在这里买彩票呢。你看一下嘛，这是卖啥？刮刮乐还是啥？不知道。这是买动物吗？啊？买动物吗？不知道。老公，坐板凳再看。看见没有？啊、嗯。这是动物彩票吗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
就比如说这个数字嘛，就是这只、就是一个动物的，那然后就这个是这个的，看你想买哪个就买哪个。这不好弄嘛，这动物太多了。这个我也没有买过，这个灯泡它没成啊，灯泡有，它还没有卖出去，还没有卖出去。啊、哦，那行，那买上点，买点给你他们支持一下生意。啊、哦，行，老公，你不会的，让这个妹夫想买了。妹夫。啊、哦，这个是那个叔叔家的吗？我认识。认识啊。我以为是姐夫。是他姐夫，是我们的妹夫。哦、你不会，你看一下他吗？看怎么买的。说不下了，说不下了。上次他住在我叔叔家，现在他回家了。哦。这次来了都没看到。哦，就说这次来没见到。嗯。一个数字多少钱最低？才没一头羊了。没有一头羊。哎，一头一千节目。千。他说看你要买多少钱啊？最低的是一千。再给你说一下，就随机打吧，打一个羊，打一个老鼠，打一个老虎，给你再打一个鸡，四个。嗯，行行。老爷，没哦，老一头羊，也都哪一头羊？多少钱？二十万。这盘，一头狗盘。嗯，二十，二十万。问一下住了能住多少？就那狗盘的要找一找别成年了。那边多高？一盘那叫谁？狗。狗盘的嘞？赵兰。他说一个如果中了是六百万。中一个数字是六百万。嗯。跟我们一起找别成盘啊。没是没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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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后头那等啊，一没空了，基本上八点就出来了。行，那就今晚八点等结果。行。好。来摆上菜。豆豆。哦，陪你哦，哦，哦，你在饿呢？嗯。睡觉了吗？睡觉了吗？怎么看不到了？嗯。咦？